姐姐平时呢不在家里面，这次呢特意为了给她公公过生日，从深圳赶回来了，很有孝心吧。这是我姐姐。给你玩啊。我想玩。那你陪我可以吗？可以呀。等我。那你先喊我呀，你喊姑姑。姑姑。哎，来。看到我了吗？看到我了吗？有没有看到我？看到。哪个是？好了好了。哎呀呀呀！怎么了？我会恐龙叫。啊！恐龙吗？外面叫吧。好了。因为今天是老爷子生日，家里面会来很多客人，所以我们拿出来了三大条。别看只有三条。这里应该有十多二十斤鱼了。一般的话，我们很少拿这个酸鱼出来吃的，只有在有贵客来的时候，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喜事的时候，才会拿出这个腌酸鱼来吃哦。我姐夫已经在热火朝天的准备饭菜了。柴火饭。今晚的老寿星，阿亮，亮，我先来啊！我们现在摆桌子准备吃饭了。我们吃饭了。